昨天跟老周喝了一晚上的酒，喝了一斤白酒，结果没回去，在这边菠萝街找了个小宾馆住了一下。现在10点多了，到望城祠转一圈，先去吃个早饭。包子什么馅的？菜包子吧。我想吃油条啊。你吃吧。两个油条，一碗豆浆。坐哪里？好的，那我就坐这儿了。路边摊的油条了，这两天吃火锅吃的快上火。这边东西还是蛮便宜的，两根油条，一碗豆浆，4.5，也吃得饱饱的了。